OK，那我们拍完正面跟 OK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超 OK，所以 OK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OK，我们已经拍完正反面，那我觉得都还蛮棒的，而且我们一次到位这个灯光的组合，就是我原本其实只是想象中哦，我就是差不多想要它的叶片的纹理啊，然后有那个很酷的风格，然后勾勒一点颜色在下面，像是那个紫色的灯在下面，让它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但那个只是想象，然后把灯放好位置，但是实际拍摄，哇塞，真的是超级完美，就是没有任何动任何东西，就是灯光位置都就是已经定好，跟想象中的一样，然后拍出来也是非常完美，我觉得超赞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继续拍摄，因为我们正反面的显卡已经拍摄完了，然后我们要来拍摄一些小小细节，就特写啊，像是因为我想说，哎，那个旁边的可能一些它的 logo 啊还是什么的，我就把一些小小细节拍摄一下，就换个镜头，然后想一下该怎么继续执行拍摄，应该就是手持吧，嗯哼，看看咯。